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喜，来吧，我要感化你。这是对账的吗？对。我不是说要惩罚的吗？嗯。来吧，我给你未来。你不能用这种招。那不然我用什么招？无糖招。就用这个是吧？哎呀！你是一直挨打，到最后感化。演出出感化关系吗？对。不行啊，你不懂是吧？可以，可以。哎，哎，哎呀！哎，你躲一次。哎呀！躲一次，我晕眩值就满了，是吗？对，哎呀。走啊，哎呀，走不走？哎呀，哎呀，哎呀！来吧，感化我吧！你个妖怪，你个孽畜，看我不把你感化！哇，你用重拳！这不是重拳，我没性子太猛了，是不是一招会被你灭了？会被我感化？哎，我可以变身呢。快躲啊！但变了身就不行了。哎，你是不是不懂得操作？你才不懂得操作呢！你，去死吧你！还敢说我不懂得操作？善良可以让你变成邪恶。谁说的？你应该是要光明可以让邪恶的变成了光明的。哎，我没死。你死了、哦。我怎么没死？我只是把你感化了，变成好的人了，又没有把你打死。那我换高斯来让你感化。你什么、啊？好啊，自己感化自己肯定很好玩哦。那可以相互感化。不能，怎么可能那么刚好？刚刚好就。你打我，我也打你。我会打会咬的。为什么？所以你变身呢？我不能打人吗？我们两个明明就不能打人啊。对啊，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事？真的不能打人？你变身了、欸、我在指挥你吗？准备按一就是等我要打过来那一集的按哎我这不能躲哎呀应该要后退是吗？哎呀这招不能哎我打死你哎去的，可以。谁叫你重拳了？哎、欸，你这个防御很酷的。看好，哎呀，这样没防御。好，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哎、欸，不是这招吧？不，就是这招。我中拳了，好，再让你一次，一你看一下我能不能感化你、啊？肯定能啊，自己感化自己还不行、啊？不行啊，高师是没办法感化的。好，看着没，人家感化我，哎，我可以防御、啊。对、啊。肯定不行啊。试一下能不能防御？来吧，兄弟。行了，可以再来一次。时间快到了、哎，但是我这里不行，你是不是操作错了？哎，你看可以啊，是你要到我打下这一拳的时候再按。来，哎呀，你要快到了，哎呀，就是，哇，你看，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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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那么快，你要慢一点才可以。对。是吧？
哼，对呀、啊，要慢一点才对。哎，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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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感化人太难了吧？你一直躲。哼，我好厉害啊！最后躲一次。结束吧。你感化了，来吧，这么做。我是邪恶的，永远不可能感化。我不会打死你的。看我真帅气呀、啊！你居然没死，眼睛居然闭掉了，这就要对今天的小小拜拜。